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在这里，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谢谢。吃的时候它会叫一八路哔哔，因为那个哔哔里面有一个豆豆，有没有？对，挑衅的豆豆，有没有？阴蒂嘛，阴蒂。对，那里面有豆豆，阴阴唇的上一层呐、啊。那个阴蒂哔哔，那个阴蒂怎么讲？德鲁话阴蒂，布嘟，嘟嘟，布嘟，布嘟，嗯，布嘟，布嘟，哎，阿弥陀叫本怒，本怒，怎么样？不了解。孤独，我没有老婆吗？没有了哈、哦，来来，掌声一下哈、哦！哇，太乖了，真的真的，哇、哦，主持节目还没有看过那么老实的，没有，你们下去你还在干什么？来，鼓励鼓励一下，哇，他太紧张了哈、哦，那个心脏砰砰砰砰砰砰，来慢慢来哈、哦，来祝他们友谊爱河哈。啊，各位亲爱的嘉宾啊，对歌唱有兴趣的朋友来这边报名。哎呀，是我先唱的，来带来我101首歌。什么工作？咖啡很多啊。喝酒啊，还是要喝法原住民。你会喝酒吗？会啊。几岁就会喝了？这个不能讲，从小就要练，从小开始练习。我们现在要去，你知道吗？国小吗？一生出来的时候。哦，一生出来。对对对。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哦。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啊、哦，你是酒精宝宝吗？酒精宝宝。Thank you.
今天的新人呢，我迟到了，特别从南部赶回来，跟我老婆讲哈，一定要赶回来哈。我想两个人在一起哈，结婚哈，不管哈之前的婚姻怎么样哈，我想这个都是过去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哈，大家要互相珍惜对方哈。我想大家已经在吃饭哈，我们话不要太多哈，也预祝这个新人哈，白头偕老，与会的这个村民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来，谢谢我们的村长的致贺词。来，我们接着我们的秀雅，请上台。哎，你们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台东可以看。他来帮你 B-box 啊， B-box 是不一样的哦。你唱，他用 B-box 帮你配音。就是就是说的话，这情况我现在这个。要跟哥哥学。他这个 B-box 1000块呢。1000块呢，好呢。那打我先，我先啊。最强的。你是谁？你 B-box 什么？就让给你唱歌。重来那个阿威，那个重来。奇怪，我们阿花的怎么这样来？这个歌好像扭扭捏捏的，上来就上来，回去你们就知道。
干林娘，客家话怎么念？屌娘妹。臭鸡掰怎么翻？臭鸡掰。看啥小？看嘛个小。破麻。烂鸡掰。妓女怎么讲？穿心吗？乞丐怎么讲？乞丐。摸乳像。娘娘红。男生的懒觉客家话怎么讲？睡。阴户鸡掰怎么讲？鸡掰。月经。月经。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马黑布布苏。阿当勒比尤，少尼山杜安达欧，掌声响起来，我心甘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辛い別れも泣いたとさリンゴ野花見ながら他在青苔他那无情郎想到泪汪汪。你那天比赛唱歌是哪一首歌？一代女皇。哦，来唱一首。峨眉
音。送长天，风将忙光光。遇见呐。岂非凡事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我无罪，我无罪，无罪，请您免同情我。就那路啊，听你心话。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马杜那么，别那么好，我阿姆特罗古杜米，古新都海盖特罗古，古新都海沃斯特罗古。比比不啊，干你娘鸡巴！操你妈的吹喇叭，五大师比比，现在五大师，我现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我喜欢打手枪，我操你妈鸡巴！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比五大师不啊，比五大师不啊，是你的懒觉，比比是女生的比比，懂吗？要拆掉，你要离开。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你的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好，那个电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拍。李先生，你刚刚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窃占。
哪个哥哥？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老婆在哪里？哪里？还好没有来哈、哦，是不是？还没有来，他来了哟。你要跟我这样，我才知道他来了。那个大哥的老婆在哪里？不在。在哪里？韩国起来了。韩国起来。哇！我在睡觉了吗？我当时 PP。你大是 BB， 我弟弟叫我大是 BB，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我大是 BB， 我大是 BB 了，我上课我大是 BB， 我大是 BB 的课我大是 BB。泰雅话妈妈怎么讲？我大是 BB。雅雅念一次。雅雅布布，啊雅雅买头，雅雅买头。你跟谁学的？他跳舞的是 BB 哥。哎、哇这哎呦哎你看看这个唱歌我以为是张宇呢哎唱歌真的不错啊哎跟张宇可以比哦哎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再来一首歌应该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我比比手。
那个年轻人不要喝酒。我该先生也还不够。喝酒会长马贵。不那么高啊，那都马贵高的很大。哦，不喝酒不会长马贵又健康。因为长得不高一个，因为都马贵会得到健康很大。我看一下哈。啊，我看到，我看到了。女生的器官怎么讲？比比舔怎么讲？舔比比哈，那舔怎么讲？啊？半比比，半比比。这舌头多灵活，对不对？气。阴唇怎么讲？那刮比比哦。啊，湿了怎么讲？有时候女生下面会是喉痒。我很。比比喉痒来。哦，很痒怎么讲？就痒哎。对啊，可贵。刷给你比比了，可贵了。哎，你老公没有老婆呢？你应该说老婆在哪里？哎，应该这样才对。你怎么躲起来了？啊，来，谢谢我们新郎的哥哥，来，谢谢，辛苦了啊，辛苦，谢谢。来，下来，请接着介绍我们新观众。啊，不要紧张，你差点弄到你的那个嘴巴。你的同事在哪里？这两排哦。哦，我们就叫你的同事来唱歌好不好？好，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他自己会上台，因为他真的是不要脸。哎呀，我还没有请他，他就自己上来。来，坏话少说，来，我讲的都是坏话。来，掌声回家，我们自证的同事。保险套这个产品的鲁古话怎么形容？我是托广告送的你，托广告送的保护的你，哈库切阿乌内切切，努达哈库阿乌内说，没得哎，那么长，哈库阿乌内说哎，努莫说过来说。啊，我唱好的话你啊，这不你没得，可以怎么讲？我还不能弄到那个明星的，我要抱起来嘛。那简短的怎么讲？啊？帮我翻译一次，保险套怎么讲？讲的话。保险套，如果用的，如果用个，不得什么。如果，哎，如果用个，如果用个，不得什么？还是明星的。马哈苏，人性的，人性的，他是保护我的，妈的，我打死，打死那个，他是保护我的，就一句话，打死那个，也不打死，打死，
如果一个大什么，如果没有大开刀，那不会是包的意思？那个包不是啦。那不会是包的意思吗？啊？那不会是包，对。那不会乌达什？哎，有一个乌达什，有一个乌达什哦。我们这边人啊，如果一个大什呢？如果一个娘哦，行，这样就好了。那个比较是比较老的那个嘛，有一个娘哦，还是花五万十的。哦。有一个娘哦，那还是花五万十的。哦。嗯。红贡。对。哦，勃起来了，硬起来呀！你要说硬起来。硬还是怎样？这勃起了。硬起来，勃起。都对的。都对的。哎，都对我这手的。用赌对吗？赌对我干什么的？哦，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那个射精要怎么讲？怀孕这个？啊？怀孕？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哦，老大乌达什。老大。乌达什。老大乌达什。嗯。那个卵子跟精子，那个精子要怎么讲？对呀，老大乌达什。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对呀，老大乌达什。都在欧洲。这个男他那个金男就来了嘛，都在欧洲。哎呀，哎呀，哎呀。